人民币要，你要碰身子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还有两位队长。魏应冲又被呛，坐车遭贴耻球。魏应冲昨天一早八点多到新生南路派出所报到，因为叫保就没事吗？那畜生，对人民吗？你以为一人的生活健康吗？坐车叫保没事，请出来面对。出来面对。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早就带着四人在派出所外等着呛虾。王献吉趁魏应冲走出派出所，跟在他背后贴上一张球字，但立刻被律师撕下。你要碰身子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你还有脸回去啊？诉求。你还有脸回去啊？你先，你有脸回去吗？都不要讲。人民币2300，人民健康。还有脸回去啊？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够更小哎。王献吉只好把尺跟球字贴在魏应冲的车窗上，魏应冲整个过程不发一语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